大家好，我是马飘飘，今天我带你们来进菌子哈，上来就发现一朵牛肝雀，好肥啊！那这里边还有一些小面面的，过两天再来看。哎，再来上一朵，哇，好肥！这还有一个在里面，一小把，太板着了。这好大一朵母猪青，母猪青也是分着种类的哈。这一个多远的看着特别像牛肝菌，还哄了我一跳，但不是哈。朋友们，上货哈，胖嘟嘟的一小点。啊，这有一个，哇，这个要肥一点，童子菌了。这还有，啊，一个，对，这个留着。后天再来看，哇，朋友们上货了哈，牛肝雀好肥美啊，哇，这还有个小的，啊，碰到了，好大一个，走，过两天再来这地方看一下，这有两个小的，留着吧，后天再来拿，在这上一朵鸭血菌，哇，好肥啊，哎。我多远看过来以为是牛肝雀，这是一朵母猪青，韧皮那种。诶，上货了，牛肝雀一个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，肥嘟嘟的。哦，这还有一小对，太小了，留着，反正没人捡，也不用盖，过两天再来看。这个好肥，这还有一个，这有一大个，看着倒挺有食欲的啊。这来上一朵母猪青，可以。朋友们，上大货了，哇，看看坏了没有。哦，好肥一朵，估计还能拿去晒这个。好，这还有一小个，哇塞，朋友们看一下这什么东西，呵呵，好肥胖，好软，特别像那个面包，好解压，好白啊，像面包一样的，我感觉弄点那个果酱哈，就可以蘸着吃了。朋友们，这就是刚才那种啊，应该会冒烟的哦，像海绵一样的棉花糖，放毒气了，很板扎的母猪青，哦，就这有刺啊。鸭血菌，这都可以。这个是什么东东？哎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有好多这个，有人认识吗？还挺漂亮的。来上一窝米汤卷，这有好几个，哇！好肥哦，这玩意还是挺好吃的，这一把都够吃一顿了。收工了哦，回家，刚好把这小篮子捡满，明天再来吧，拜拜。